Hello，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到了我们悠悠 Story 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是一个原创的故事哦。今天的故事叫做《毛毛带你一起坐飞机》。小朋友，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呢？我想有些小朋友坐过飞机，有些小朋友可能没有坐过飞机。但是毛毛今天要带你们大家一起去坐一台叫做悠悠航空的飞机哦。这架飞机很不一样哦，因为只有在听悠悠 story 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跟着毛毛一起坐上悠悠航空的飞机。小朋友，这架悠悠航空的飞机非常的特别哦，它不需要登机证。登机证就是一般的航空公司，你要登上飞机之前需要给他看你的登机证，你才能够上飞机。但是当你要搭乘悠悠航空公司的飞机时，你只需要说出通关密语。只要讲出这个通关密语，航空公司的阿姨就知道你是悠悠 story 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他就会让你上飞机咯。通关密语就是 Captain 悠悠， CaptainCaptain 的意思就是机长的意思。所以当你到登机门的时候，阿姨问你说，请问通关密语是什么呢？你就要告诉他 Captain Yoyo， 他就会让你登机咯。毛毛跟家人一起去旅游，这次搭乘悠悠航空到快乐岛去度假。毛毛好期待这一次的旅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呢。搭乘悠悠航空 YO1684的旅客，请在22号登机门开始登机。妈妈，你听，这是我们的班机耶，我们现在去排队吧。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去排队。您好，欢迎小朋友，请问你是悠悠 Story 的听众吗？是，那请你说出通关密语哦。通关密语是，小朋友，你们来帮帮毛毛吧。你们记不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个通关密语是什么？你们现在告诉毛毛吧。是 Captain 悠悠。小朋友，你们都很棒哦。欢迎你们登机。谢谢阿姨，谢谢悠悠 story 的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帮忙，感谢你们哦。我们一起上飞机吧。哇，妈妈，你看这台飞机好大哦，感觉可以载好多好多的人哦。哇，是啊，这台飞机哦是大飞机哦，可以载330个乘客呢。哇，可以载这么多人哦。来，毛毛，这是我们的位置，坐下来吧，记得系上安全带。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悠悠航空 YO1684 次班机前往快乐岛。我们即将起飞，请竖直椅背，收好桌子及脚踏垫，并系好您的安全带。祝您有个愉快的旅程。爸爸妈妈，我的安全带扣好了，你们的呢？哦，我早就扣好了，一上飞机哦，直接就赶快扣起来。你又不是不知道，妈妈最怕了。哦呦，一定要先扣住，要拉紧哦，毛毛。妈妈，飞机感觉好像开动了耶，感觉飞机像跑车一样开得好快哦。对呀，飞机准备滑行起飞喽，你要准备好喽，飞机要飞喽。妈妈，飞机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哇，你看外面，飞机一下子飞得比房子还要高。再过一下，感觉好像就要比山还要高了。还有还有，妈妈，你看下面，房子感觉都好像变成那个小小的乐高了，好小好小哦！哇，我们飞到云里面了，好酷啊！再过一下子哦。飞机就会飞得比云还要高了哦，你仔细看。妈妈，我觉得坐飞机真的好好玩哦，因为我小时候我都一直想象我自己是一只小鸟，
飞到天空中，可是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可是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小鸟一样飞起来了。对呀、啊，妈妈以前也是哦，就一直想象自己是一只小鸟飞在天空中，可是从来也没有机会。现在啊，有了飞机，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哦，我也好开心哦。小朋友你好，你想去练什么午餐吗？哦，好，谢谢阿姨。嗯，这是您的蛋包饭午餐。哇，好香哦，有蛋包饭、花椰菜、玉米炒红萝卜，还有水果。哇，这是我最爱的布丁耶！耶！爸爸，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啊？你耳朵戴的耳机，你在听什么啊？哦，那我帮你调大声一点哦。天哪，天哪！哦，毛毛，你调的太大声了，我的耳朵好痛哦。爸爸，对不起，我刚刚以为那个……哦，对不起。嗯，毛毛，我教你，以后先把音量啊要调到最小声，然后再戴上耳机。爸爸刚刚不应该把耳机先戴上，应该是要先把音量调到最小，再把耳机戴上。不然啊，像刚刚这样，你一下子调太大声，耳膜是会受伤的耶。记得哦，先把音量怎么样调低，然后再把耳机戴上，慢慢调到适当的音量，懂了吗？嗯，我懂了。那你慢慢看，慢慢听，我继续吃我的东西咯。好好吃哦。过了几个小时，忽然有一位穿着制服的人走向毛毛，非常亲切地问道：小朋友你好。哎呦，毛毛啊，毛毛，赶快跟机长阿姨说你好啊，她是机长阿姨啊。哦，机长阿姨你好，你好。妈妈，机长也有女生哦，我都不知道耶，我还以为机长都是男生耶。是啊，现在也有女性的机长哦。小朋友，你想不想看看我们怎么样飞这架飞机的呢？哦，可以吗？可以吗？好啊，好啊，我想，我想。嗯，谢谢机长阿姨。欢迎来到我们的驾驶舱，现在由我们的副驾驶在操作飞行系统。以前旧一点的飞机呢，有着满满的操作按钮，现在许多都电子化了。小朋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机长阿姨的呢？嗯，有。如果我以后也想要成为机长，可以吗？当然可以咯，只要你经过所有的考试，并且考试通过，你就有机会当上机长哦。看着眼前的仪表板上，好多荧幕，好多按钮，还有一些一闪一闪亮亮的灯。毛毛看着前方的玻璃，飞机穿梭在云层里，毛毛紧张了一下。机长阿姨，我们现在是在云里面吗？是的，我们正穿梭在云里哦。小朋友，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准备降落了，在你回座位之前，机长阿姨有个东西要送给你。来，这里有个悠悠航空的徽章，所有来过驾驶舱的小朋友都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徽章哦。哇哦，真的吗？哦，谢谢，谢谢机长阿姨。哇，我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哦，感觉自己就像机长一样。毛毛开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看着白白的云朵飘过他的窗边，想象自己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机长。各位女士先生们午安，这是来自机长的广播，欢迎搭乘悠悠航空公司 DYO1684 次班机，由悠悠岛前往快乐岛。快乐岛当地的天气是晴天，地面温度是摄氏24度，相当于华氏的75度。我们已经开始降落，请系好您的安全带。非常感谢您今天搭乘，祝您旅途愉快，谢谢。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aptain Yo-Yo speaking. Welcome you aboard Yo-Yo Airline flight from Yo-Yo Island to Happy Isl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at Happ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clear sky, and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4 degrees Celsius or 75 degrees Fahrenheit. We have started our descent.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I do hope you have enjoyed your flight. Thank you. 妈妈，机长阿姨说我们快到了耶。毛毛的小脸贴着窗户，看着飞机穿过云层，慢慢下降，感觉山和房子越来越近了。毛毛，准备要降落咯。嗯。飞机感觉慢慢的下降，因为有风，所以有些左右摇晃。毛毛的手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别担心，毛毛，我们快到了哦。等等，飞机的机轮啊，会先触碰地面，飞机的刹车系统会刹车。毛毛，你等等看看窗外的机翼上的阻力板也有减速的效果哦。还有，飞机的发动机的反推力在高速要减速时效果也很好哦。之后飞机啊就会慢慢的停下来了。哇，妈妈你怎么知道啊？你好厉害哦。哎呦，是妈妈的舅舅告诉我的啦。嗨，他也是很厉害的机长哦。毛毛听到轮子触碰地面的声音，窗外的记忆阻力板也升起进行减速，还有好大的发动机声响，正在使用反推力高转速让飞机减速。妈妈，我们到陆地上了耶，好棒哦！机长阿姨和副机长叔叔好厉害哦！走吧，我们下飞机咯。小朋友，谢谢您搭乘悠悠航空，希望很快能再为您服务，祝您有个愉快的旅行哦，再见。妈妈，我们回来还会坐飞机吗？当然咯。太棒了，坐飞机好好玩呢。妈妈，我以后也要像机长阿姨一样，当一个厉害的机长，开飞机带大家一起出去玩。小朋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机长，你一定是一个热爱飞行、乐观合群、能够承受压力的人，然后你也会是一个喜欢学习、愿意接受语言的训练、航行学、气象学、空气动力学、飞机系统、发电机学、仪器飞行、民航法规等课程。如果想成为一位机长，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定是必要的，要注意饮食及规律的运动哦。还有，需要领导、协调和控制能力，还要能随机应变，碰到紧急状况时候不慌张哦。当机长要受过严格的训练，全是为了飞行的安全哦。你想想看，一架飞机要载这么多的乘客，几百个乘客，哎，飞到天空中，飞到另外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当上机长的人是不是很厉害呢？我们给全天下机长叔叔阿姨们鼓励鼓励，谢谢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可以飞上云端，飞到世界各地去玩。悠悠 Story 听故事，还记得今天的通关密语吗？今天的通关密语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字，叫做 Captain。 Captain 就是机长。悠悠 Story 听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